今天来煮碗泡面吃吧。拿出我漂亮的小砂锅，倒入82年珍藏的纯净水，开火，这个火还挺旺的。拿出我的方便面，先放调料包。对了，你们煮方便面是先放面还是先放调料呢？香味已经钻进鼻子，取出面饼。此时这块加大分量的面饼正在锅里欢畅游泳。现在我要放一些配菜，先切一根青椒提个味儿，再来一根美味火腿肠。不盐吃没有火腿肠的泡面就像嚼了。再来两片青菜，营养均衡，再打一个大笨蛋。好香啊，这一锅丰盛的泡面。我开始优雅地吃面了，你也想一想，下期还想看我做什么？太香了，人间大美味。吃完了，一个字爽，妈呀，差点忘了关火。